而且都是两线三星以上的高阶主管。健保署长李伯章今天上午才参加这个单位在内的记者会，对此李伯章也表示，收到讯息后就开始自我健康监测，目前是没有异状的，预计明天会快筛。另外，台北市议员黄玉芬晚间也在脸书上表示 ，PCR 检测报告为阳性确诊，目前有一点轻微的症状，也依照卫生单位安排隔离。